有那个龙龙啊，这个是啥？水果拼板，柳橙桃子葡萄。哦，那简单。算了，不要说大话好了，到时候。他时间没有在动的。OK， 那就直接切到爆开。切到爆开真的很幼稚哎、欸。为什么？我给你，我丢给你，你负责切。但是我是花生巧克力库啊，猎取什么物件？换丢给我，对，切到爆开。看来我连投资技术都不是太好。好，又换我了。谢谢。葡萄很难看有没有切。对，我也觉得葡萄很难。看有没有切过的比较扁。是没有梗吧？比较扁呐、啊，切过的比较扁，像葡萄干一样。我觉得这里也很难分辨芒果跟橙子，因为它们都是这种橙黄色的。我感觉可以的。嗯，我也觉得可以。好，那开始我来组装，你继续切啊。好。第一个是橙、柳橙葡萄跟柳橙芒果，哎、欸，更感觉是 peach。葡萄跟芒果。你就继续切，不用搞。我就一直埋头苦切就对了。对。哎、欸，我也可以把东西先放到中间，然后拿对，把水果都一直放到中间。芒果短缺。好，芒果短缺。谢谢。好行嘞，你把东西全部丢过来之后，它又转换了。没有柳橙哦。丢点水果过来哦，不用丢了。
帮你一起洗。橙子。有。不是橙子，那个芒果。芒果这也有。好，再一个。那是蔬菜吗？对。去洗丸子。好。好，你可以耍废了。好。你好厉害哦！六年。哇，我们哇。未完成零。很厉害啊！五龙五狮，厨师五龙五狮。长得是很恐怖，你觉得吗？下次你别用这个。录进去。